你知唔知點解啲同學仔笑你啊？因為你講嘢又快啦，又細聲啦。嗱，應該要點啊？講嘢大聲啲，慢啲，係啊，唔好要攰我。啱啦。嗱，嚟多一次咯，唔好再笑佢啦。偷嘢點仲得嘅？好啦好啦，你哋唔好咁樣啦。嗱，好好多噶啦，再大膽少少，唔使驚嘅。我哋再嚟多一次好冇？張生啊，不如佢叫佢自己練熟先啦，我哋繼續排落去啦。係啦。咁好啦，我哋再繼續落去啦。我教咗書三年啦，點解教書？可能我一直對老師個印象都幾好啦。由細到大，我走條路都幾順嘅。讀完中學入師範，跟住入大學，然後就入咗呢間小學做老師啦。教的是中文、音樂和英文，那就教到現在了。教書原則就是我先管後教。在整個過程裡面當然如果學生是靜的我教書那個的過程會是流暢很多、易教很多。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學生雖然會覺得是嚴謹的但那個氣氛裡面我希望是建立到就是我希望學生是想到嘢。如果一個老師可以準確咁樣掌握到課堂時間嗰個規律嘅話咧，咁學生同埋老師之間就可以用最快嘅時間咧，可以學到所需要嘅知識。咁好可惜就係喺嗰次嘅實習裏面咧，我就冇辦法可以掌握到課堂規律。其實我上堂播歌是想大家輕鬆啲、投入啲。好啦，我哋講翻先。喺我哋地球以外，仲有啲咩存在緊㗎？外星人，我知太空人，有太陽、月亮同埋星星咯。可能有外星人，或者佢哋會存在喺我哋呢個太空裏面嘅某一個角落。我知道，我知道，火星啊，係金星嘅。你哋兩個都錯，係 F 洲行星啊。各位同學，實習老師嚟到上堂好開心啦，係咪咧？但係咧，我哋都要緊記咧課堂嘅規矩喎。一陣咧，就如果你再係繼續嘈嘅話咧，小息咧，我就要留低你哋喺度冷靜下噶啦，同我傾下偈噶啦。啊，記住咯喎嚇。好，唔該啊，黃老師。唔該曬。中五畢業之後，我覺得教書都幾適合我，所以就入咗教育學院，修讀音樂，希望做一個好嘅老師。但係一出去實習，我就遇到挫折啦。你哋咧就做得好好啦，不過咧，我想咧，你哋喺個表情嗰度咧再加少少。你喺度裝姜山嘅？冇冇啊？我知啦，你今日想話俾姜山聽，你唔想做好戲啦。你唔做得好啊，成日都咁鬼落座，實會影響我哋噶。咁有咩影響啊？咁佢一做錯，我哋個表演就會俾人扣分，咁咪攞唔到獎咯。係喎。係啦，你都係唔好做啦。係啦。嗱，唔使理人哋點睇嘅。最重要咧就係睇自己有冇盡力先，姜老師咧知道一定做得到嘅，唔好成日咧話自己做唔掂。
只要你哋咧試下試下咁就得噶啦。嗱，我哋由頭再嚟多一次。咁仲得嘅，二嫂你唔记得啲咩啊？边个偷噶？偷嘢咁仲得嘅，二嫂你唔记得啲咩啊？边个偷噶？伍燕豪，你做得好好喎，老师好欣赏你咁俾心机练习啊。我惊系做唔到啊。唔系啊，头先你做得好好啊。头先冇人见到啊嘛。做得好唔怕俾人见啦，嗱，俾啲心机做啦。大正啊，你實證完之後有冇揾翻 Miss Chan 傾翻啊？有啊，傾過啦。不過佢都唔接受我嘅意見嘅。其實都未必唔接受嘅，其實佢都有佢嘅道理噶。你諗下，如果上堂連秩序都教唔好嘅話，咁又點教到書喎？咁啊係。不過如果上堂嗰陣時唔使搞埋嗰啲咁麻煩嘅秩序，中意點教就點教，你話幾好咧？如果啲學生真係唔乖，咁我就可以攞支吉他同你哋上音樂堂咯。嗯，袁老師，我哋可唔可以唱首《有隻雀仔跌落水》啊？好啊，而家唱啊。嗯。有隻雀仔跌落水，跌落水，跌落水。有隻雀仔跌落水，被水沖去。啊，唔知道我哋第时仲可唔可以好似依家咁咁开心呢？不过香港啲学生边有咁乖啊？但我哋又未试过出嚟教书，又点知得唔得啫？啊，大正，因为未试过都唔算输啊嘛，最好知你会咁讲噶啦。咁啊，啊系啊。如果你想教啲乖學生咧，不如你跟我翻大陸嗰度教啲夏令班啦。夏令班都好啊，不過我唔知道個時間啱唔啱噶。不過都唔怕，都喺暑假裏邊，不如我哋報咗先啦，因為人數有限，好快就冇位噶啦。好啊，你幫我報。嗯。咁我中意啲活躍嘅音樂，我相信我第時嘅學生都一樣，好似我咁，都係跳跳扎扎，好有生命力嘅。咁但係除咗呢啲生命力之外，我都想希望用音樂帶動佢心靈裏面每一種感情，去啟發佢即係對於人生一啲嘅睇法。因為音樂係同我一齊成長，咁但係如果冇音樂咧，亦都建立唔到我自己嗰個自信。咁亦都希望啲學生透過音樂去建立佢哋嘅信心。你要嘗試敲你嗰件嘅樂器，或者嘗試用自己嘅聲音發出呢一個聲音 ，OK？ 開始。慢慢試一試。笑你，得未？喂，阿光，考成点啊？我幼儿教学衰咗啦。其实我麻麻地就希望唔使补考啦。系咧，暑假有咩做啊？我除咗打波、弹琴、翻教会，冇嘢做咯。乜冇啊？你记得我帮你报咗喺大陆嗰度教下年班咧？系咩？好似系喎。系咧，喺边度噶？喺盐田。盐田，即系喺边啊？嗯，其實我唔係太清楚啊，不過大概喺清遠嗰邊啦。嗯，是但啦，到時有咪叫我咯。得啦，啊，我趕住學吉他，好啦，拜拜。拜拜。
咸田，即系边度啊？學生演出成功，我好开心，特别是看到我面红，不再怕丑，大胆地讲台词。我知道我都算成功的了。其实由细到大，我想做的事只要肯去试就会做得挺好。但是有时想回下，我又会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小，我在这个范围做得好未必就等于我真的好点。或者有机会的话，我应该试一下跳出自己的世界。阿光，我的普通话不是那么好。我们放心吧，鹽田的小朋友懂得听广东话的。鹽田？不是鹹田吗？不是啊，是阳山市的鹽田啊。鹽田去一个星期，很快啫。你捱唔捱得住噶？都 OK 嘅，旧年我都有去啊，要明下年班嘛。不过预咗系要瞓地下，同埋冇乜水冲凉咯。哇，咁恶劣嘅环境你都去啊？咁你去几耐啊？一个礼拜啫嘛。吓，成个礼拜你同佢叫定白车都得啦。Mr. 方，你使唔使咁窒头窒势啊？连我妈都话我翻大陆攞嚟衰啊！你而家仲喺度踩我，俾少少鼓励我得唔得啫？喂，我哋都系讲事实啫喎，我哋知你唔掂噶喎。阿姜唔使惊，我支持你。好啦，俾啲心机啦。祝你好运啦。在这里我第一次上堂的时候好紧张，其实小孩已经比我想象中乖很多，只不过看到他们坐在这里很安静地听我讲书，反而给了我一种压力。我觉得自己似乎没有将自己的教学内容准备得很好。在夏令班的老师里面，我觉得姜翠萍比较特别，除了是因为她跟我一样是主修音乐之外，我还觉得她很有自信，所以我决定去看看她怎样教书。姜翠萍给了我很多的提醒，令我知道不是说搞定课室里面秩序就是好的老师。其实要将教学的内容准备得好，传递得好，同埋用一份真诚去对学生才是最重要的。鹽田这里的山水和景色真的很漂亮，
同啲农民接触过之后，我先至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系可以咁淳朴、咁舒服嘅。6个月大啊！我记得嗰次去伟芬屋企探访，咁同佢阿妈倾完偈，临出门口嗰阵时，可能伟芬觉得我去探佢好亲切啦，咁佢就好主动咁拖住我只手。呢一次系我教书以嚟第一次咁俾学生拖住我只手，我觉得好特别啊！虽然我只系教咗佢4日，但系我知道佢好唔舍得我。呢种咁纯真嘅师生关系，我想在香港都很难找到。其实我都好挂住盐田啲饭噶，餐餐都有新鲜嘅菜食，其实都几好啊。我都觉得系。如果出年有机会咧，我仲想去多一次。出年要毕业咯噃，要出嚟搵嘢做啦。啊，真系好快啊。唔知出到去教唔教得掂啊？都冇话教唔掂嘅，尽力教咯。喂，咁上堂啦。好快，好快。呢次夏令班嘅经验令我更加知道自己嘅长处同埋缺点，我谂我要珍惜机会，好好咁充实自己，准备毕业之后做一个真真正正嘅老师。出翻啲都系人，系系，嗱我同你一齐嚟 ，OK N。我呢个暑假里面咧，我去咗盐田，我去清远。其實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點解呢？因為我話俾你聽咯，去到嗰度咧，我冇得用花灑沖涼，我要一殼水咁濕。好啦，你知姜生好貪靚，係咪啊？但係你發現係啦，冇得化妝喎，乜都冇。點解咧？因為咧，你化妝咧，如果你一到化妝，你仲慘。你嗰啲汗咧就流曬，到時咧你就咧成隻鬼咁。好啦，咁但係對我嚟講咧，係啦，成個嘅暑假，我一個好大嘅改變啊，我好大嘅嘗試啦，因為我見到啊一個咁嘅環境，我想去試一下，我想去親身經歷一下。咁我捱埋過咗啊，你見到我依家幾精神翻嚟，係嘛？我捱過咗啦，嗱，依家問翻你哋啦，12月。你有學能試，第一個學期係考試，你哋要評分。好啦，第二學期你哋考試都係要評分。第三個學期唔使評分。今日9月
我勉勵你哋在座31位嘅同學，繼續加油努力。你哋有好多事要做，好多事要考。好啦，暑假已經開心完啦，開心完要翻嚟啦，收拾好你嘅心情。明天我哋會照常上課。由大陸回來，我覺得生命裡面多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我應該給自己多些不同的嘗試，不要再給個框框框住自己。我想除了做一個音樂老師之外，一個真正的好老師是要得到學生、家長和同事的認同才得的。我會試一下向著這個方向走。